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晚上呢，你们看到我们现在正在整理我们的厨房。好，那刚刚从我们是只有我。好，那刚刚从健身房回来哦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拿华为的那个 Mate 20来直播，因为我等一下我还有工作，所以稍微直播一下就好了。好，那今天直播什么呢？今天有个不速之客，壮壮已经回到娘家了，就回到那个林太太的娘家了，所以今天不会有壮壮，但是呢，你们可想而知的就是这一个非常厚脸皮的这一个，搁咧照镜，我咧讲你啦，你咧照镜，啊，你照镜哦，你咧照镜哦，非常非常的厚脸皮，因为呢，晚上我们在楼下已经摸过他们，抱过他们，然后呢，也那个什么，怎么讲，也喂他们吃鸡肉饼了，然后喂完以后。他就默默的跑上来了。刚刚我在二楼，我去小屁桃的房间看他在干嘛。小屁桃他在睡觉，他穿着我爱舅妈的衣服在睡觉。那所以现在呢，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个非常厚脸皮的大大。那苹果说好像等一下那个他好像会起来吧。洋葱正在观看，可以让他入镜哎。现在怎么有这个功能？请他入镜吧，所以我现在按下去，我就可以跟洋葱双直播嘛。哎呦，很酷哦！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非常不速之客的不速之客，就是咱这个北齐大大啦。那壮壮已经回娘家了哦，回那个林太太娘家了，所以今天不会有壮壮，明天再去接他。然后，所以今天这个厨房是大大的，是大大的，哦呦，你咬，你被咬上，你咬上，你棒状物都喜欢咬，来还我，还我，还我，哦，不要甩，不要甩，不要甩啦！你听我讲啦，代志我讲咩呢啦？这个真的可以健身的，你们看一下我在拉扯的时候，我的手背的用力有吗？有看到吗？这个二头肌很好练，这个要很用力，你看我的手，他的那个咬合力拉力真的非常的厉害，你看他咖啡泡过来，你看他的后脚，然后脚这样趴下去，你是没骨头你啦，明天妈妈就回来了呢，大大，明天妈妈就回来了呢，今天呢，因为明天我爸妈就从大陆回来了，因为他们去好像去山东吧。好像去山东玩八天，那明天晚上他们就回来了，所以今天就是大大他们最后住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最后一天了。明天呢晚上他们就跟那个我爸妈一起睡了。今天一整个厨房都是大大的，没有壮壮对不对？九九大大也不上来赞哦。这样哦，开心哈，你开心哈，怎么样？哎呦喂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让人踩，来准备，一、二，去吧！你慢慢跑，你慢慢跑，你慢慢跑，哇，这样够高，大大，九九没有变胖哦，各位可以放心哦，我的小命呢还是保得住的。大大准备哦，我去，假动作。哎呦，去吧去吧。以往都是这样子啦，就是大大呢他都会，不要跑去壮壮的床。大大睡前都会喜欢先玩玩具，玩到很累他才要睡觉，这个是大大的习惯。那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要的，不要了，还我啦，大大还我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我来了，大家讲咩呢？忙啊忙啊呢？哎呦，我靠，好有力哦。那你们现在看，我问一下大家，你们现在看这个直播的画质啊，你们觉得这个画质好吗？就是我现在用那个华为这一台那个 Mate 20哦，
就是29号要发表的那一台。你们觉得他这样直播的画质好吗？我这样看画质还不错哎，但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在那个手机前面看到的哦。对，那个永金，我刚刚有去梦时代，没错，陪林太太去逛街，他去买东西啊，我去楼下杰森超市买一支 whisky。啊，你哦，你放开啦，放开啦，放开啦！哇，哦哦，我真的，我说真的，我的手呢，这样跟他一直拉着哦，好酸哦，他的拉力非常的大。这有上面喝饱了，我等下想喝呢。哦，画质不错是不是？哦，好，那因为也是测试看看啦，因为等一下我要剪片呢，剪一个那个他们那个华为的这一支新手机的那个试，算是测试吧。哦，今天下午有带他们去稍微测试了一下他的那个画质不清晰哦。那个温妮，那可能，你看你是不是那个网络讯号不好哦？因为其他朋友如果说是 OK 的，那应该就是算是还不错了哈。那等一下，等等，你要后退一点，你要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，耶！后退一点，你看大大最爱玩的一个游戏就是摇到你面前，然后呢，要你跟他玩，这个，哦呦呦呦，全套，好，再一次，来给我，让他给我，嘿，给我，放开啊，不要用手了，等一下，等，大大，放开，给我。你讲了听人讲话，哈、啊！等等，你又听了，你可以给我吗？啊？给我！哈哈！好，再一次哦！去吧！哇！哄我干？大大来给我，哇，好棒啊！呵，来还我，给我啦，卖阿内啦，代志阿公啦，放开，以往大大都是这样哦，他就是很习惯，就是睡前呢，一定要玩个玩具，他要玩到很累，哦，你看这个我的健身教练，你看我现在在那扯着，他可以跟我练二头肌，你看二头肌有没有？整个在比腕力，哦，我手已经爆筋了嘞！你看我的手，这个就是我的私人健身教练，我们的林金大同学，啊，放开！哦呦，对，你借我过一下，不然我会丢到你。借过一下哦，来准备，一、二，去吧！那个多多跟九九在一楼睡觉。那以往呢，就是只要他们晚上有来住我们这边的话，就只有大大会一个人跑到三楼，因为大大他很喜欢。你看，大大的就是最喜欢把这种肢解，就是你们如果各位老会员朋友都知道，大大有一个冲的玩具，就是这样子。大大都会用他的牙齿哦，就是慢慢的把那个绳子的那个锁啊，就是它绑起来的部分呢，把它解开。哦，大大很喜欢有那种，很喜欢有这种感觉、啊。你看这个都是编织好的嘛，然后他都会把这个编织好的呢，慢慢的解开，日积月累下，你看一下子而已，这个萝卜已经被他解开一半了，超强的啊！那个葱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你们看一下这个萝卜，它的头已经被大大解开了，很超强的。等一下，我想把它支开。哎呦，我们先看一下，大家先看一下我这个，你看它的头被大大咬成这样子，咬死我！你看够脆软了。你逮几下工？还没，没有，我先让大家看一下你不要踩我的肚子。好，你们看一下这个被咬到的，就是长这样了。哦，我们大大的，好，准备哦。然后屁桃在二楼睡觉。那我妹，根据我妹的说法呢，是，我撞到林太太。根据我妹的说法是，她应该等一下就会起床了。
哦，那我们也不会直播那么久啦，因为我等一下我还有工作要做，所以今天只是简单的，因为明天大大他们就不会睡这边了，今天算是他们的最后一个晚上哦，就是住在这边的，所以呢，让大家再多看一下大大的晚上，然后大大已经在咬了哈，哦，大大在肢解嘞，在肢解那一个红萝卜哎，来。等等，我看一下你前端咬的部分，它有一个，因为这一台呢，它有一个功能是它有超级微距，所以近拍的部分的话，它会非常的清楚。我们再来试一下，你看哦，等一下，我先让它对个焦啊，有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它可以这么近呢，超级微距哦，嗯，好，最近到这里。已经很近了，你看它的细节，然后你看它的散景，它背景的散景没坏呢哦，哦，这台蛮强的，哦，你看它，哎呦，等一下，大大你调光，你不要踩我的肚子，你差点踩到我的鸡鸡，你知道吗？来，你逮几下光，你调光，我们现在让大家再看一下，这个是大大，哎呀，被抢走了，哎呦呀，哦，大大是一个非常因为这么讲好了，以前都觉得大大没什么才华，但是其实说真的，大大还是有才华的。你看他，人家是辛苦的编织哦，大大是专门是把人家编织的东西呢，再全部回归到原状，这也是他的兴趣啦。哦，狂拆呢哦，对啊，我这台是用华为的 Mate 20，我们现在今天。想说第一次用它来做直播看看，哦，那个近拍的效果还不错，画质不错。来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讲，哎，笑脸，你听我讲，那个，你可以后退一点吗？哎，好，给我手机，给我，妈那个，给我，你是天狼公会吧？给我，等一下，慢慢放开，好，很好。他很好哈，好乖哦，好乖哦！你刚刚给我白眼吗？嗯，好，等一下，还我！哎呦，我听到啪啪的声音了。来，我们来特写一下我们大大的牙齿好了。哦，你看这么近哎，这么近，它的那个画质还是哦蛮犀利的哈。等一下啦，你这个鳄鱼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又开始要来练二头肌了。哦，我的健身教练现在又在帮我训练我的二头肌，你们有看到吗？这二头肌呢就是这样子哦，这样子练习。然后你看我的小手都已经包青筋了，因为我的健身教练都不放口。好，真的会喘呢。好，我们再来特写，让大家看一下大大刚刚分解的部分。哦，我滴个广药去哦。这一只萝卜呢，原本是不是长这样子？但是经过大大稍微咬了几下以后，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然后我们鳄鱼呢还在虎视眈眈哦。我们先不要让它靠得太近。哎呀，咬走了！啊，还你！哦，大大现在胖到16公斤呢，那个也算是一种重训呢，真的。然后他真的慢慢的在把这一个萝卜分解嘞，哇，跟他厉害点了，哇，超强的，我应该就是架一个脚架在这边，然后让大家一直看，就是这样都不出声，然后就大家一起看那个大大在肢解东西，这样就好了，我应该非常的疗愈，我这样。他在肢解这个东西，也有1500多个人在看，你这人免困的吼。现在目前三宝的体重是，大大16公斤，多多17公斤，那九九是19.5公斤。九九是没有变胖了，所以我不用担心呢。我妈回国，我不用担心我妈回国呢，我会被她。哎呦哎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大大，准备哦，来，你让我特写一下，哦，不要乱叫，你吓到我了，来，你让我特写你的，好，
不要乱叫，那两个屁头连伊都在困呢，你当插着对呐啊，伊去了。好玩哈，好好玩哈，好好好玩哈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跟我讲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蛋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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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等一下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蛋蛋，你听我讲。放开啦！啊，各位，又到了二头肌的时间了。我的教练呢，叫我不要偷懒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来。哦，16公斤。哦，16公斤。哦，哦，好重哦，而且那个不是只有16公斤的问题而已。而是大大还有在跟你拉扯，所以呢，在这个整个拉的过程哦，超酸的啊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好，那今天呢，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只是单纯就是想说呢，大大今天他们晚算是最后一天住在这边了，因为明天我爸妈他们就回来了，所以就变成想说。刚健从台市区回来哦，就今天晚上健身课结束，然后就回来，刚好大大又是一个非常厚脸皮的一个狗狗哦，又没有约他，他就自己跑上来楼上了，好险今天壮壮回娘家，所以就今天这整个厨房都是大大的哦，送哦，你看他上来呢，今天还露了一手哦，教大家如何呢把编织好的萝卜玩具分解。超强的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那感谢各位今天晚上的收看啊，已经今天礼拜四齁，明天礼拜五再撑一天齁，懒趴等一下，后天就是假日了齁，所以明天呢再撑一天就放假了齁。好啦，那大大你要不要跟大家说再见呢？这就是再见了，好不好？你别急啊。好啦，先这样了齁，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啊，拜拜。